第91篇，我的阿哥，作者杨婷婷。上尾一摆看到阿哥，是伫万吉啊娶新妇的时，阿哥甲我新阿姑丈叫阮阿公阿婆去解载。阮想讲，驶箱仔车较大只，骑到较里边，那知影阿哥煞爬袂起哩，爱人甲伊擦。为中华坐到园林，伫餐厅门口买到车的时，阿哥的脚煞腿腿袂定袂动，规身那插头嘞，害我惊一条。阿哥轻声细细甲我讲：“阿婷啊，免紧张，我小歇一下就好啊。老镜头啊，煞毋知影规身躯的骨头咧退化，袂记得。”去予人看，讲是爱换人工的关节。我着想讲会忍罔忍，想着要开刀，我嘛会惊呢。为阿哥的嘴脸讲出遮侪话，阁讲甲遮尔清楚，讲正经的，真正是头一摆拄着。自细汉到大，阿哥甲阮讲话袂超过三句，有当时啊，咧含伊讲话。伊连应嘛无爱应，简单会甲你笑笑咧尔。阿哥嫁予外省阿姑丈，是伊的第二摆婚姻。媒人小解时无讲明阿哥有滴小病，结婚无外久，姑丈就真唔愿，强要离言。到尾啊，是一挂亲情一直加以苛劝，才勉强做伙。生第一胎时是一个查某的，迄阵我捌代志啊，看会出来迄个囡仔无正常，唔那戆戆，阁是软骨的，坐都坐袂在，饲也袂多济，都歹去啊。迄时阵阿哥晚啊坐会啊，老三伯公唔通阁生啊，就安尼去甲人抱一个头生的查甫囡仔转来要入因的户口。今仔日唔只有人通碰到，这个囡仔叫做阿国啊，今年28岁也未娶。伫伊17、18岁啊，迄当阵，厝边隔壁遐个教会查某人，甲秃头讲，伊唔是姑丈因两个亲生。阿国啊，挡袂掉，煞起嗲讲，讲袂春车，闹足久拢唔煞。高张刀架目屎流目屎滴，怨叹这个囡仔白痴啊！阿哥半句拢无爱讲，目屎吞腹内真认命。阮拢甲因翁阿婆安大讲，听候伊较大汉，就会晓想啦。劝因卖烦恼遮济，讲哪咧讲咧，我看会出来，阿哥一定会对心肝。想讲命运太会遮尔创治人，害伊食老无甲半个囝儿时势，通伫身躯边有效，阁着爱护即个来糟蹋，毋知影要甲啥人讨公道，伊个心已经冷一过，毋知通寒。加在阿哥也是阿哥跳了心。到尾有想通，厝里才阁恢复平静。这边阿哥过心要开的，外省阿哥丈讲话性的尽量性，顾外人唔通顾死人，达项拢无爱开，连个别式的25000嘛要省起来。是阿哥啊开嘴讲要开的，讲老母规世人拢无享受着。毋捌佚佗过，即马人死啊，上无嘛爱互伊请伊一个。即个阿哥啊，真正有甲阿哥当作亲生的看待，可惜有较慢淡薄啊。出山迄天来念香的，拢是外省阿哥丈较早户政的同事含做兵啊伴，无甲半个阿哥的朋友，即嘛无怪啦。阿哥规世人拢咧医病，干呾糖尿病镜头，
就待三四十年，逐天一定爱一支蛇，若是药啊，就搁卡边讲拢无断的。阿叔对于死的看法，讲迄是一种解脱。加济时，我看到一个青婚的查某人，我俩准是高张河北遐的亲戚嘞。问起来才知影，是进前有来甲阿哥小人的查某囝。这个查某囝，人甲阿哥真差无两里远。母阿囝煞分开四五十年才小人，这实在甲阿哥捌起笑过，有真大的牵连。第九十二篇，小凤的家规啊，想要背。作者谢淑燕。阿爸又搁再去圣地，阿母打电话来问要安怎。我要上班，即阵无法度回去，简单会当安慰阿母，叫伊毋通着急。等一下，我才请假回去处理。八十三岁阿爸。二十多年前得到糖尿病，为迄阵开始，阿爸就定定爱食药啊，甲注射。少年时阿爸旱草山抽，牵一副乌青的目镜，生做金烟头，伫铁道部食头路，是书记员的助理。阿爸细汉的时，爸母离言，老母改嫁。六岁时，老爸娶后母，为迄阵开始过着无爸母疼惜，嘛无家庭温暖的日子。七岁时，就爱倒做鸡犁啊，甲厝内工课，搁着看顾干爸过母的小弟小妹。迄种无依无外的心情，正讲是要哭无目屎。委屈无人知。十四岁闪过一摆比九二一搁较严重的地震。伫台湾受日本统治的时代，阿爸走空袭、秘炸弹，妈妈去过广东做日本兵。二十五岁娶某，开始独立生活，住的是土家个厝，一块碗。一箱地，拢是翁仔某两个人靠家己的双手打拼得来的。生六个囡仔，三个后生，三个查某囝。书当时靠阿爸一个人念的画集，实在无够予囡仔注册甲日常的生活费用。提起正餐有淡薄仔收入，阿母阁爱打喷、饲猪。种菜、卖菜，阁兼做杂七啊工，加减来补贴。过去阿爸有一阵啊真放荡，兴跋筊、啉酒，一直到我出世三岁时，就小儿麻痹症。阿爸甲阿母按我四界找医生，为着要欠我的医药费，阿爸彻底改叫。下班了后，去搭三轮车，派韩志谦走乌市增加收入。另外，阁找师傅学接骨，甲我推卡。到六岁迄年，我才开始学行路。阿爸不时地讲，迄阵的医药费，若用十块的纸票贴起来，比今卖我阁较悬。虽望我走路也是不便，不过日常活动无受影响。这当爱感谢阿爸甲阿母无眠无日甲我照顾。经过这段艰苦的日子，庇荫我一世人过甲幸福快乐。母熊是阿爸的名，伊的个性甲母熊拍虎故事内底主角真同款。做人讲信用重义气，不时帮助亲戚朋友，
跋筊输钱是伊一世人上大失败，伊思想苛刻人毋通跋筊，则袂家庭四散。为着我，阿爸去学汉医接骨，平常时若有患者来找伊，伊都用做好的药啊，尽全力替人医病。那是善食人，毋但看诊免费，阁会提钱救济人。人拢讲伊是在世华德，伊兴研究药方，用的时爱种一挂药草，厝前厝后不时地看到阿爸认真工作的身影，总是真有精神，气势十足。阿爸55岁退休，刚迄年大兄想要开工厂，欠本钱。阿爸把伊领到的劳保退休金拢给大兄，正经是父母疼囝断流水，伊盼望大兄后日仔会当靠出团。经过20多年的经营，大兄、二兄、三兄斗阵骨力拍拼。当初时，阿爸提出的资本，毋但早就趁返来。较早迄间细细间的工厂，伫三兄弟共心拍拼之下，现住时嘛正做一间有规模的公司啊。这是阿兄的成就，嘛是阿爸的骄傲。会记着阿公要过身的时，甲阿爸讲：恁翁仔某将机尾也出头天啦。阿爸听着感觉真有面子。93篇，无天量的山菜，作者春水。把树的形体缩好一些，放入去花盆内底，予伊继续生长，这就是盆景。缩好一些是种盆景的重点，要缩到偌细程度，是整个外观比例问题。种盆栽的人拢知影这款道理，所以因有共同认定的标准。譬如讲，头爱大，叶爱细，身躯会绕，会起鳞种种，是上基本的条件。啊，若有葡萄面的根盘，身躯弯弯曲曲，兼寸来寸去的形体，当然是上佳赞的盆栽。一丛树啊，要为播音开始，种得去盆啊，用人为的方法，硬去甲变到像咱顶啊所讲的迄种水款，上无爱30-40冬，才有可能遐尼水。咱拢知影，药件无法度像鸡骨啊安尼，用灌风的伫10秒内就分好势，种盆栽嘛是即款道理。讲倒转来，树啊若种落涂骹兜，莫种入去盆啊，比饲囝较简单。上计是落土的第一天，啊，互伊澹，佮刷落去，发一叶，生一条根，愈长愈深，叶愈旺。身躯愈粗愈大长，拢免人去管顾，着勇行行、水当当啊！啊，若搬山来种落土盆啊，用盆啊来去点啊土，要用树啊会大会水，用卡盘来想嘛，知影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原因是出自迄卡土盆啊，未输古早查某人的垫卡布。逐天白安安，连睏也无透，当然脚都袂大。同款的道理，树仔根旋无路，找无土通吸收营养分，定着恶大袂健壮。若要种到身躯有够粗，头有够大，
无三四十年的时间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内行人拢知影这项道理。问题是，人的一生有几个三四十年去种盆栽呢？嘛无人有这种生命去舞去等，命若较短，凡事淡薄。山头轮靠较尾野生的树啊，若讲发伫石头旁，吊伫石坎尾，生伫食风的所在，也是莫伫无土的石板顶。经过几十冬要活跳跳的树丛，身躯、树根一定会翘、会滑，起灵兼起摇。拄好是古来做盆栽上赞上水的形体，迄阵就害了了啦。就是伤水，才有人会去采。是看正因为树头，无论大小，规山一直草，烧尽去乌去骨，无一丛倒会过手。为台湾头到台湾尾，咱想会到的树啊，加油！水车公、杜鹃、谢世花、罗汉松、乌松、五号松、黄杨、青枫啊、三角枫、状元红、七里香、鱼鹅，拢有人咧学。连关山乌登来平地，晋北外新市杜鹃、赤柏、银柏、花椒木。高山立，十大功劳嘛有人咧骨，实在真夭寿。山菜的树头爱剪歪、剃头、斩根，才剪落花盆内。砍土压水，顶悬阁呢一领乌网啊，热日，简单为着一个硬网，就是袂溜的切碎，根乎外皮。包我来做手术，经开机不易，安尼就完满一半。唔过，会继续活个足水个，点到十丛剩无一丛。上接看到个结局是要死要死，鸡唔正鸡，血唔正血，亲像溪骹破相安尼。死不去，阁好不完全，要甲淡掉，心肝又阁唔甘；要禁不掉，阁无力要甜，一种进退两难。放伫巷仔拖西莲的盆栽，一大竿算不清。这个会惊人，何解在？是树啊，唔是人，是人炸得死翘翘啊！树啊，袂讲话。乃讲，才着喊救命。敢讲山菜的人心肝较凶，毋知影会破相、会打尾、会死葬的代志。其实因拢知，会死会活，拢伫因的心肝内。简单为着十丛内底，会活阁上水的迄丛盆栽，会当卖着好介绍，心肝都俩瘫痪。管他伊死偌济，拢无要紧，照骨照脉，无人捌后悔过。第94篇，坎迪哥的作者陆刚先。坎迪哥是五六十年前台湾农业社会真需要的行业。因的工作路啊，目的是要替市地的农村生产因的地啊种。有一条台语的迷彩在互人约，题目安尼写：心情乌家西，半山过岭去找车，子孙过来的，无要认我做老爸。意思是讲，牵地哥的就要照约束。看伊迄只乌地哥去到市地的引导，甲人拍地震。
有时阵饲猪的人大脚吊腕，牵猪哥的嘛爱搬山过岭来赚一条钱。住搁较远的，嘛着两早一工出门，有时啊半暝啊赶到地，饲猪的嘛着穿互人食甲大。为着要让猪种会当顺势生得来，熬大，烫好趁食，大家都嘛照起工，甲伊好咧啊款待。正当时农业社会，食穿无遐快活，款待这牵猪哥兄，有当时啊得爱委屈家己。像讲屈小的房间，明明就剩无几领破鞋、破被，厝里都无够啊，嘛着轮互牵猪哥啊兄家，家己煞困稻草的眠床，迄阵若无蚊打虫子。简单甲遐凶恶的蚊仔君，就真个甲鬼灭嘞。像安尼揭开家己，有当时啊，拄着一半个啊较高怪的牵猪哥兄，袂当量情，要搁咧怨东怨西，凊彩牵来拍拍嘞。有一条歌谣安尼写的：牵猪哥两条蛇。吃槟榔，红嘴苦，要去倒去找大金伯，大金伯散吃薄，乌眠床帮他破鼓鼓。哎呦喂啊，顶一个火烛啊，哭哭哥。这嘛是在讲那时艰难的环境。一般的牵猪哥的拢是头低过的，手压低垂。肩胛搭一骹细骹跋筒，裤骹比较骹肚真悬，嘴里槟榔那波那海刮掉，像刮死的点的安尼，吃槟榔红嘴苦。迄支竹锤是要来赶猪哥的，啊那迄骹跋筒，听讲有两款路用，一款是猪哥行远路。行到穿皮皮小乎乎树枝软黑黑，牵猪哥的就用脚汤水把羊龟壳啊淋淋嘞，小歇凉一下，才阁继续赶路。另外一种讲法，说讲猪猪哥甲猪某拍仗了后，牵猪哥会舀一壶水泼为猪的身躯顶。嘴念讲，淋一口冷水，予恁生十二个水水。讲这个好话，讨一挂好彩头。主人听了嘛，心凉皮透开，随家穿一包大大的予红。为一个爬倒转来，拍正又原是一种学问，无两步七啊是无落来。饲猪的人饲久就变老头，会晓断讲猪某当时的起笑，刷落去甲牵猪哥的讲计笑，约束时间。饲猪的干大看猪某脚床被，迄粒红光光的肉桂啊，阁好咧四五天长乌，就听好嫌牵猪哥的来拍仗啊。这合作地母的招请，安尼时间了好准，那无啊，想早想晚拢未调整。过来咧，那是拄着地母较担心，就爱甲地母的巴肚贴较济草咧，贴到巴肚皮变悬，才袂拍针的时，互地哥跌害去。这个工课啊，那无做好势。猪某会予猪哥带温落去，调整的机会就较减嘛。些事若安尼摆正，后摆要阁拍，计少就算对后。第95篇，
轻便剃几多少年，作者拿春水，头家出钱铺轻便，工人搬茶较好练，煞工无事应神仙，出头随换银仔烟，大大细细卡手尖，起起落落算袂鲜，好算来回无几遍，时间短短嘛过瘾。车厢下海困小莲，摇拿落面是当然。汉摇道理拢无变，爽痛感觉真明显。阮老爸是锯木工厂的工人，规家口啊拢住伫工寮内底，边头前是放茶库的大埕。有靠一大链凳的铁轨道甲轻便车围伫顶外，这是头家设来锯茶、搬刷茶库，会当趁钱的家石头。工人一日到暗搬起搬落，无用的起落茶。头家不时伫工厂内面顺来顺去，无人有迄落胆去塞车来算，准讲有人旁咧用，囡仔惊唬咱妈，同款唔敢挖去算。唔过石头做会了，工人下晡五点定着会刷工，期待有歇困的时阵，一直到六点要食暗的进程，有一点真久的时间，囡仔会使塞车来算。是上痛的好时阵，空的台车点点歇伫铁轨路顶，唔讲话时阵，会伫我的耳孔边，一阵一阵正细声，甲我喊讲：“喂，进来耍，换恁咯，进来哦。”当然，我唔是臭耳人，早就有听到。时间大，要等所有的工人走走，听袂到因错人耳的架势，我才要跳出来杀。唔然我所有秘伫壁角的囡仔，一个一个瑟瑟跌出来，对工厂内面那讲笑，那煞轻便车出去外口的茶亭，人民爬起去跳茶库。随个撞落来买肉人，连咪对车走个喘袂离，倒伫台车顶面加困，也有压茶几啊，徛伫茶壶顶，比过来摔过去，嘻嘻哗哗，全是囡仔声。等到有人狠狠地喊食暗，一个一个才旋倒转去灶脚间。囡仔声才稳稳啊点起，对轻便铁轨道的笑脸，和我熬过较大汉的时，真爱看火车、坐火车，含干那拄着参火车有牵连的代志，我拢会尽足去看、去关心。踮北岛读初中三冬。台北读高中通车一年，每天坐火车咧起起落落，伫车厢内底读书、看册、听铁轨路声，身躯对车厢咧摇来摇去。那亲像细汉的时阵，坐伫轻便台车顶，迄种感觉，有讲袂出嘴的一种爽快，甜甜头壳内。我就甲心花一直开，嘴甲微微啊笑。心理分析的老师傅弗洛伊德，捌写过一本册，叫做《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》，内底有一篇《Mechanical Excitation》，有讲到细汉囡仔就爱人甲伊的身躯捏起来人叮当。譬如讲，摇、海、黑起起半空中，一遍过一遍，笑甲咯咯叫。
有一种真爽、真痛的感觉。咱就会当知影，囡仔足介意机械性、规律性的刺激，亲像倒伫摇篮内，互老母轻轻啊摇，真紧伊就困加侪去啊。啊，若较大汉的囡仔兴看兴坐马车、火车，嘛是这个缘故。地书就做查甫人，在伊做囡仔时代，有一阵啊，会下愿想要去赛火车、货柜车、马车，会对所有含铁轨道、火车尾有牵连的代志去做、去问、去关心，拢是一种心理的作怪。应该就是这种缘故，我细汉爱耍。轻便铁轨道，爱刹台车、看火车。较大一时啊，拄好有机会通用身躯去享受摇闲的趣味。就安尼，愈坐愈兴，坐久简单的独孤娘袂感觉忝。有可能是细汉生活伫有轻便台车的寂寞工厂。有这款环境所致，阁刷落去，大汉读册坐四档的火车，逐天透早到暗，起起落落。若讲对火车无感情，绝对是白痴。第96篇《小火炭》，作者吴静仁。讲到火炭，即卖少年囡仔因为罕伫看到，电火炭生做虾米款，大部分都无啥印象啊，不怪啦。现代人本地的足少用火炭来煮饭也话吧。你阿姐啊，那全家出去外口佚佗，咸吧，拢甲细甲速度扎伫身边。啊，若无炸原子炭，迄是一种用萨马夫掺雕刻出的茶沙啊，暖做火，用机械压制成的香灰茶。甚至嘛有都市囡仔，掠准讲火炭是发伫涂骹面，也是为涂骹补出来，煞毋知影讲火炭是甲树木。放入去窑内底，烘烧成的一种炭。我的故乡田寮，当兵以乌山山脉甲岐山镇为界，西边是以大江山、参阿莲乡甲贡山镇为界，南边是以阿公店溪甲伊的顶游往内溪。参燕巢乡为界，北平以后安溪甲台南县龙岩乡相对，面积有9268.02公顷。毋过，因为乡内的山仑啊，湿黏土的土壤较济，无就是亲像月世界迄种恶地形。所以会当耕作的面积相对的较少，简单有1028.28公顷尔尔。出产的果子啊，除了龙眼、南博拉、金蕉、参枣啊以外，在地人普遍以耕作杂粮，也是手工编制等啊类的日常家具用品。做副业，其他特别什么经济价值较悬的农作物啦。阮乡境内的树种，以银杏丛参乌相思啊丛上多，过来就是天然的油木甲竹啊啦。讲到银杏丛甲乌相思啊丛，因为伊的插枝顶阁容易得，是烧火炭上好的树木。那个树啊，扯落来，担茶抱人，
一台斤差不多一块外银而已。不过那行销做伙团了后，一台斤就起价到卖成十块，这是三十多年前的行情。现在呢，淡茶不用包，主人家总要免费把茶送你。不过你就要替主人家嫁接过几个人做交换。如果说到现主持的团的介绍，小卖一台斤差不多十四五块银，那大量卖当然介绍可以抽提较俗淡薄啊。为着增加收入，乡民就以烧火炭做行业。烧火炭必然爱有火炭窑，伫阮乡火炭窑以田寮村、甲七星村山区部落较济，也就是地号名或者大区横、田草埔、甲祖树田、南势湖这几个部落的山路边。火炭窑大部分都起伫较山峰的山腊，窑的顶头呈半圆形，直径大约两吨，亲像蒙古包的形。每一座窑差不多两吨高，留两个孔口，一个窑口做弯弓形，大约七尺高，三尺宽。这是要运送坐下来的树木，加铁封窑口运搬出火炭的出入口。另外一个孔口较小，外口面半圆形，差不多有尺半的半径。内面较宽，这个孔是要烧火用的。这个小的孔嘴顶头有留一个孔，通往另外一边较宽，原生贴茶窑室，里边乎小窑孔烧火所产生的烟，透过两边烧炭的孔，甲贴伫隔壁大窑室内底茶制作成火炭。烧火炭的工人普遍拢简单穿大甲甲粗衫裤，肩胛头摕一副茶夹，甲大约是底贴约八分甜，才阁用石头掺淡土埋，甲大约是红白，而且开始用一塔一塔白好的大树叶点火的，为细窑坑送入去。每只小山直直行，安尼连续行差不多正工，就会晒得红油。第九十七篇，我者十四岁，作者江秀芳。我自细汉就伫宽山翠岭的环境中大汉，过着少年毋捌树滋味的生活。阮遮无流行穿鞋啊，一工到暗，脱只脚四界走。毋过我知影虾米是鞋啊，阮兜都有两双，就挂伫石板厝的年前脚，迄是阮姨仔甲妈妈的鞋啊。伊买到山去平地买盐买米的时，才有咧穿。有时啊，我会趁大人无伫厝的时，偷偷啊把鞋啊摕来耍。毋过我真好运，毋捌互伊那妈妈掠着。厝边弗拉天都无遮尔好运咯。有一摆，伊偷穿因妈妈的鞋啊，互因妈妈掠着。差一束啊，都给因妈妈拍个脚床开花。黄昏的时，我替伊抹药啊，看到一零一零铺伫脚床顶头的伤痕，个红个肿，亲像要裂开迄一款，足惊人诶。弗拉汀是我上好的朋友，阮逐工拢爱烫只脚，爬过两粒山头。去田园做工课，阮姨仔
爱爱阮小妹，我爱倒摕鸡翅头啊。弗拉汀，下面伊那嘛爱打鸡翅头啊，地水和便当。阮的餐内正真济番麦、小米甲杂粮。我今年拄满12岁，前几工啊，阮家有两个人客来，你知影无？阮家住伫深山那内，平常时啊，真少有青云人来阮的部落，即个交通真无方便，未来阮的庄头，那准无人带。会惊唔着落去呀！每年休假是阮庄头上闹热的时阵，常常有一挂对平地来的人，炸真济脆食物和进口的汾酒，来阮家开宴会暗会。这款的人客爱真幸运的人出人接有嘞。今年因特别跟阮兜开暗会嘞，为着要迎接因。伊那特别给我穿上水的衫，头早嘛洗甲真整齐，佮叫我捧茶予人客啉。因讲我的皮肤上乌，唔过目睭佮不止啊大蕊，五官也算明显。其中有一个人客送我一盒巧克力，我摕到巧克力的时，欢喜甲擦一丝啊的车倒地。我自细汉到大汉。唔捌家己有一盒巧克力，有够赞呢！我摕到巧克力了后，随去找弗拉廷，甲伊斗阵上山顶去分享巧克力的滋味。唔过，我嘛有留一寡返去予小弟小妹食。后来我才知影，迄两个人是要来甲我小解头路的。我今年小学拄毕业。一定爱落山去倒趁钱。今仔日，伊要来带我去台北做工课，听讲会当趁真济钱的工课嘞。阮姨仔替我准备两三领衫，伊讲我的衫会用得留予阮小弟小妹穿。到台北了后，伊会替我买真济新衫。姨仔的表情真冷淡。我想，因中道可能啉袂少酒，我有感觉小夸悲哀悲哀。穿着有生以来头一双新鞋啊，离开我的故乡，我甲高高的山告别，高高的雾告别，搁甲一个一个面无笑容的厝边告别。唔知为虾米，我的目屎。一滴一滴连落来，行到庄仔口，弗拉廷突然间为草丛内面走出来，送我一支笔，伊叫我爱写批予伊。这支笔煞变作我唯一的祝福。就是安尼，我对两个青云的阿叔来到台北，几路伊拢对我袂歹，因予我啉汽水。还有真香真好吃的便当汤吃，这些东西我爱在风连节的时候吃吃会到，也是我在山顶不曾享受过的台牛，心里实在真欢喜。后来我来到一条真深真长的巷子里面，走入去其中的一间厝，我也不富啊看清楚厝内设备，就予阿姨带入去房间内底。房间虽然无大间，毋过真水，有一张软软的眠床，含一个梳妆台，还阁有真水的床单含下洗衣啊。这个房间无窗仔门，看袂到外口的世界。加在有一台会吹凉风的机器，因予我住遮水的房间。阁予我找凉风的机器，我真欢喜。第98篇艺术品，作者刘雅琪。迄件艺术品，点点伫美术馆的展览室，
光线为天棚照下来，伊长隆隆的头鬃，和反射的光线，一个乌噜噜，搁带闪金，亲像墙下来水墙同款，温温啊流下来，一寸一寸的红颜香，一双幼咪咪的双手，伫细甲花样中，我那现，我那美。金竹甲看，迄枕头啊，长长幼幼，是一双真敖弹钢琴的双手，一对目睭展出全部灵魂，灵魂射向靛蓝色迄幅图，查甫人，伊目睭就亲像一面镜，嘛出现迄个查甫人的形影。查某人就安尼看咧看咧，甲白白看甲甲龟球，甲弯曲看甲变形破风的车内顶。一时，恶杂的油门为心肝硬啊，看看气气去到哪熬？他真久，这个钻入去心肝底。长久以来，一直和身躯甲形象关伫监狱内底，一张社会观甲艺术品的恶梦。拄啊有记忆的时，伊就甲迄身金头毛的洋娃娃蓝条条，看厝边的查甫囡仔爬树啊、掠屎壳，伫工地附近弹沙球。见爸伊拢看甲目睭金金金，毋过妈妈讲，这毋是查某囡仔生活。七头潘嘛讲，遮尔垃圾，无适合咱查某囡仔。电视顶悬迄个长头毛、穿长裙、像岸边个滚类似的姐姐有够水，迄、那个姐姐嘛袂遮尔野马，袂算甲规身躯当官。就安尼，伊干呾生洋娃娃、扮爸爸妈妈、新郎新娘的囡仔戏。走路的时，两只脚袂输一双猪同款，叶条条。笑的时，看袂着伊的喙齿。大部分时间，伊拢干呾迄身徛伫学校门下口，蒋介石的铜像同款，叉叉袂叮当。读册了后，伊个头鬃已经留到超过肩胛头啊！学校内底一挂地图的查甫囡仔，因上爱由伊为头壳顶破了肩胛后的牛尾溜，因变阿舅，伊随得好，亲像变钱的手动玩具 Game Girl， 而且佫予伊一个风和爱哭的。伊是一个真乐观的查某囡仔，唔那无受气，心内颠倒真欢喜，无予人合作请查某。学校老师嘛真娱乐伊，因为伊唔那乖、聪明，佮真骨力读册，佮那检查手帕、手指，伊逐摆拢合格。伊身躯不时的胖公公，厝内房间嘛收甲整齐清气。这嘛无怪，若有一天无洗身躯，伊就会见笑甲要钻入去涂骹。有一日无穿房间，就会歹势甲无想要做人。伫第一粒条仔子为鼻仔顶孵出来开始，胸坎用两片荷花叶包起来时阵，伊阁用身躯甲精节放伫不倒顶。早晚三支香，向伊的身躯拜三拜，暗暝会刷着，红叶山海会冲着。当然，追求爱欲的管理嘛，爱甲真好笑。不时摕报纸顶面的社会新闻、甲历史小说，冰清玉洁女主角来加强家己的身体意识。另外一方面，阁拍拼找新厝牌啊，来采伊所有的情操，袂过爽爽快快，无头无脑，
快乐的日子。过去实在有一段活泼的童年，迄阵无洋娃娃，嘛无分涂刷甲水纸，唔知虾米是好，虾米是歹，当然连记忆嘛无留落来。伊点点注神，看迄北查甫人的图。即阵天昏地暗了后，目睭的形影变成美术馆的大门。哀愁的心情，和外口风吹无去。行出大门，一阵一阵的捂住，就烧热起来。这树衫，唔知伊有介意无？就安尼，伊把迄粒抓不掉的心脏炸掉了。坐伫迄间气氛舒适、个整洁健康的咖啡厅，静静等待伊的查甫人出现。第99篇，南路英14000，阴阳八卦，作者萧腊日。各位帮长，各位兄弟，大家搁乐欢顺顺看看咧，看有对无着阵，辛苦病痛，想过忝头的无？一路飞来真落苦，但已经来到中部地界，下面就是出名的落水溪。落水溪过去，大家就小穿较悬淡薄啊，借春天的风势。然后放予伊轻松啊飞，像滑翔机、三角翼，安尼慢慢啊出落去。入面就到半山的地头，八卦山脉的地形甲位置，得爱抓好好，抓好一准。遐有一线大步危机，唔通袂去接。应。你做头前赶去八卦山顶探一下，看有什么动静无？是毋是有鸟仔搭，也是天罗地网？赶紧转来报告。英阿姐讲，我知影，阮随时就来去。负责探路、顾安全的阿英，随时带五六个兄弟向北一直冲。有这个精神，和总领队阿英啊，感觉真放心。无一大久啊，探路先锋阿英，因已经活倒转来。不过英阿姐讲，天气真好，风真顺，八卦山顶好光景。今仔日阁是礼拜日，有足济人来伫大瀑布边。附近的散步、佚佗、看景致，大家拢笑眯眯、欢欢喜喜，无虾米通看路，而且树那内无看到鸟仔搭、甲鸟网啊，自然放心甲安宁无问题。报告完毕，还有其他各样的状况无？有人的所在真闹热。无人的树篮内，简单有一挂鸟只，伫遐七七处处唱歌、拉曲、蹦恰跳舞，快乐的心情比人无卡输。想袂到阿英观察个遮入心、遮详细。各位帮长、各位兄弟，大家注意听，安赢赢地八卦山入去到。大不地头前，遐有看到吼？各帮队长队伍先整理一下，找较叶贴的树拿来安营，唔通挖车路边，车路边人多，车多真危险，而且伤插杂，伤闹热，会乎囡仔惊着。安尼怎样吼？准备安营。一路飞来千多里，有够忝。因阿想要小歇睏一下，无遐个狗囡仔连眠又搁差，未听广告，
就无通休喘啦。喂，慢车是的啦，危险哦！各位队长，赶紧叫大家搁背悬，唔通落基地。有听到无？危险啦！开到前方，阿英系五六个兄弟，紧张甲唱歌一直流，发甲强要哨声。英阿姐讲，较紧期待。你看遐体育场当兵，遐个人群是伫创啥？咿咿哦哦，喊喊画画，要采鸡啊，要打报名啊。有人提条件，有人叽叽叽叽，逐粒头壳拢欠天欠天，向为咱遮来，大概无好康的款哦。看破，赶紧换方向，稍微别位来去。张弟无是本，恁的顾虑正对。毋过，当临时临要要刷去倒位，稍等一下，紧事看办，卖急卖紧张，互我斟酌看详细，才做决定。哈，因啊有影是老经验。总领队就是总领队，实在无简单。看伊老神在在，飞点半空中，点开伊来咸咸的鹰啊目，顺势八卦山顶每一只，尤其是人济所在，伊特别注意，特别注心伫人的清查，甲面腔目神，看因大家穿甲水当当。毋是休闲服，就是运动衫裤，面容像春天的花蕊，花头喜面，不时地看位有阴暗的所在，嘴笑目笑，哔哔叽叽，啊有啊！阴阳八卦的怀胚，随风撇来撇去，啊，迄是伫迎接咱来到遮啦。第一百篇，饲牛囡仔抱水鸡仔多，作者阿西亚二林波。朋友来阮家坐时，拄食饱豆，也未赴想我滴，看桌顶的菜甲咸，笑笑问讲，也无请人客，奈食食好。我无张无弛应讲。哪有？啊，得泡水鸡仔多嘞。朋友听无，我才知觉到一句是简单伫阮迄个庄头才实行的。我读国民学校进前，也算是囡仔，有伫官免做工课，大人去田里变甲乌骂骂，规身躯汗时，我爱小妹。兼带小弟，甲隔壁的客人囡仔伫黄国街米小炊，用何乐腔的客话，甲因踢网跳壳啊。阮村人一半何乐，一半客，客甲何乐拢会晓听对方的话。较浅的客话，何乐人嘛会讲淡薄啊，自来无作群问题。入国校头一个礼拜日，阿爸讲我咧读册啊，是大人啊，爱甲厝里斗做事，嫌我牵牛出去饲。你看西部影戏，看因骑马，敢捌行先过？进前我便看到较大个囡仔骑牛去饲，拢就想欲甲因同款。阿爸叫我去饲牛。我是真欢喜，我把牛牵出来，特别爬起去骑。检菜伤细汉，煞爬袂起去。阿爸讲爱叫牛先稳落来，我才有法度起去伊的脚脚片。牛就是唔肯稳过，
我想要对伊个后脚关节扛起哩。伊用尾溜甲我说，佮我头甲我银。阿爸先甲我抱起哩，才甲我讲，等牵牛去甲我底过一个时，伊就会稳了。啊，那无得爱饲惯势，甲我熟悉了后，才指挥伊个行。庄脚囡仔毋是规年通天拢在饲牛，有时啊是去挂只买，等来互伊食。过春了后，草啊青青，甲牛牵出去行春打青，也算是对伊洗手白、挂白、拉糖、拉达、拖犁、拖牛车的报答。甲我最亲友。予伊入去浸一下，有时啊欢喜，伊也会唱水味予我看。我甲学校本的课本扎嘞，徛伫牛脚只边，随在伊四界散步食草。我读我的册，免惊会出问题。简单顾卖予伊去食着别人布的稻啊，就好。去到田头啊路，都碰到真济庄人，甲我共年岁，也是比我比较大诶查甫囡仔，嘛骑牛出来。头界看我饲牛，大家拢欢喜欢喜。阿虾嘛出来饲牛啊，咱搁加一个伴。饲牛囡仔出头介济，小姐去甲人讨乌番薯控油。骑牛小姐，有时啊也会挽野菜、树叶、鸡猪只、办公鸡花啊。田里常常会有野兔、竹鸡啊，大家小正围，上好食的是田鼠，目真青甜。休困日饲牛是我意爱的工课。有一届伫学校下课。我甲两个拄熟悉同学讲，因感觉真心实，约礼拜日要甲我去饲牛。迄天早起，免人吩咐，我着主动甲牛牵出来，灶脚头壳一枚盐炸嘞。凡是若补啥物件，着用会着。徛伫牛顶，沿路拢是青淋淋。连椒花青叶娇滴滴，何方人家高头索腰？七鸟啊顺牛车高路跳三庆，看牛惊我来也袂惊，等牛卡要到啊才飞起来，对阮后壁啾啾叫。我归去摕伫牛的脚只片，记在伊拖。看空的天顶有几朵云绣过，吹得呐喊牛犁啊歌。